这个功率是11000瓦，火力会怎么样？防不防风？我们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来演示一下，用这个先开一点，别开太大。看，是红外功能，它这个等一下就会是红火。这个普通机我们来吹一下，你看这个风，这个风够大吧？吹风面，你看。这个防风系是杠杠的，适合团队啊、自驾游啊，在家里爆炒。